儿子，妈忙呢，我把咱们家那个老房子办个日租房，搁到网上了，面向谁租啊？我面向全世界和犄角旮旯。不是跟你吹呀、啊，老火了！今天妈呀，还迎来两位外国客人呢。你爸呀，好着呢。咱俩退休以后啊，就觉着越活越年轻了。行了，儿子，妈不跟你视频了啊，有事儿威我。嗯，志敏呐，李志敏，干啥呢？你不让我学外语的吗？整两句，我检查检查。啊，嗯。哎，你是你的爱无敌。停。哎，我让你背字母了吗？下面是哈喽啊，我就哈喽这句有用。啊、哎呀，不用紧张，把这句背熟，待会儿客人就到了啊。哦，你俩外国人叫啥名来着？赛脸毛克。我这快递到了，我去取快递啊。啊。哎，快点背。哎呦，还是咱国内的地图准，这一下啊就找着了。Hello，Hello 啊 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是住店的，提前预定好了。不对吧？啊，我家今儿个订的是俩外国人呢。对呀，我们俩呀就是从外国回来的。我只有内姆。My name is Selina。Maker。妈呀，还真是赛脸和毛克来的。你才赛脸呢。你会俺们中国话呀？嗨，我们俩呀就是地道的沈阳人。沈阳人呐、啊。嗯呐。哎呀，老乡啊，快请进快请进。来来来，那什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啊。你看这旮旯呢它是厨房，那旮旯呢是卫生间。新添这个彩电它是 LED 的，卫生间里面智能马桶整个浪都是配套的。你有微信吗？有。来加上，联系方便。我扫你。来。耶，妥了。OK。呀，大老远回来的哈、嗯，你们歇着，有事就威我啊。好，大哥呀，您先忙着，哎、我们呢啊，抽空再见。哎呀，不行。怎么了？那啥，别动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戏服啊。这演哪出啊？这是威虎山呢、啊。那你演谁？杨子荣啊。哎呀，老哥，我也演过那杨子荣啊。妈呀！不是，就你还演过杨子荣呢？你看看我像不像杨子荣？像。那我像。你像潘长江演过的那个小将，人不可貌相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给你唱两句，你来来来，你唱两句。穿林海，跨雪地灯，小孩，别别别别，你这没完了。那不登场，老板。我真找到家的感觉了。是啊，从现在起这就是你们的家了。呀，什么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？宾至如归吗？哎呦、啊、那可太好了。哎呀，真好。 No 啊 No 哪 No 了、我是说呀，如果要是我们的家就应该、等着啊，看见没、啊、这搁哪儿整的？这是啊，看。哎呀，那你这也闹，你看看他是不是这样的。
哎呦 ，yes 不 ？yes。哎，老爸，你看我要是在这么一坐，你看我爽不爽？爽爽，看把你美的。哥，啊，有酒吗？啊，烧刀着，我就愿意喝烧刀。等等，三斌呐，啊，花生米，来来来，烧刀着。哎，老哥呀，哎，花生米就酒是越喝越有。你们俩呀，先喝着，我到厨房看看，啊，再给你们俩弄俩菜。冰箱里啥都有。好，来，老哥呀，我不瞒你说，哎，我这出国我后老悔了，喝不着烧刀子后悔了吧？我就不该出国。在国外要想听句东北话，那我得坐一个小时的飞机到另外一个州去听去。妈呀，你听句东北话的成本太高了。老哥，不叫你说，你说咱这东北话多有特点呢，啊？啊，这国外人咋就不会说呢？想听东北话？想啊。这嘎达是小鼻子他鼻老鼻子了。我就愿意听这歌。老哥，那你说咱小时候，哎，谁没卡过那马路牙子？对，门牙卡掉了，半拉盖卡秃了皮了，回到家里，我爸那给我骂呀，站，我站，跑哪嘚瑟去了？你看看你这个小脸，左一道右一道，浑化浑的，浑身上下泥滚千秋，埋了八胎的，你磕碜不磕碜你呀，啊？一天天的五迷三道，扬了二正，胡操的。叫你搞家学习，你就无鸡六兽，把家啄了个皮了片的，一出门你就破马张飞，嘚瑟起来没见你样。叫你这样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就是蹲芭蕾的料，你信不信我削你？哎呀，老哥，你骂的我太舒服了。你见皮子了？你跟我爸一样。哎，不是，我爸跟你一样。那不还一样吗？不是，那什么，我你说的话和我爸说的话一样。你这个人说话太费劲了。不是，啊，来，哎呀，我说啊，你刚才唱了两句还真挺有味儿的，啊。我以前是围队的。你是哪个队的？就是在北市场围队的吗？你是北市场围队的？嗯呢，我们家就在北市场那嘎达住吗？咱家也来北市场那住啊。是啊。哎，啊，这会儿回去看看去。哎呀，不去了。怎的呢？北市场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。用啥呀？哎呀，我有个女学生，嗯，是我初恋情人。他家就在北市场那旮旯住，当时在北市场他老有名了啊，不但人长得好，嗓子还好，他叫余秋平。谁？余秋平。那余秋平是你初恋的情人？你也认识？我是听说过这个人儿。你看看啊。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余秋萍？啊，我看看。哎呦，就是他！哎呀，哎呀，想当初，我是手把手，一口一口的，一对一的教他呀。我是成宿隔夜的给他排戏，当时我们正是青春年少，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日久天长了，我们俩，你明白了吧？啊，我是太明白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个啥，你们从那以后就没啥联系了？没了。这也好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。我想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来，我把他微信给你。好啊，发了。哎，你怎么有他微信的？他是我媳妇儿。他他是你什么？余秋萍，是我媳妇儿。
那你叫李志敏呢，老师？手机微信可真方便。不过有些人我也不认识他，他就胡加我，真有意思。快回来了，老家伙，谁呀？又喝上了。客人，你看看认不认识？什么客人不认识？你好好看，好好看看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怎么就扯别的呢？你行，这会儿我让你好好认识认识他。来，穿上，戴上余秋萍，好好看看他是谁。我爱你，亲爱的。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。哎呀，他是那个小鹿酱，认出来了，他是余秋萍啊！完了，情人还见面了。哎呀，你不出国了吗？啊，是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哎呀妈！这不刚回来就住在你这个出租房了吗？什么？跟我联系那个赛莲就是你？哎呀妈，赛莲，你可真赛莲！这人可老赛莲了。他刚才说了，他是你老师，你那个戏都是他教出来的。他是谁老师？他是管道具的。哎，我也上过台吧？对，上过台。有一回小鹿酱拉肚子了，让你替一场，结果你一上场一紧张，把所有的词儿全给忘了。那我下台不就想起来了吗？你行了吗？你还那个样，你瞅你。哎，老爷。哎，他还说了，你俩是初恋的情人。去，别瞎说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俩青春年少。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没白天没黑夜的牌呀，时间久了我们就你明白吧？我明白什么？谁是你初恋情人呢？你咋跟他瞎掰扯呀？啊，我不搁门缝里给你塞过一封信吗？啊，那封信是你塞的？你看了没看？扔了，烦人。我明白了，我这是单相思啊，我这是。看到没，他暗恋我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小心眼儿，你还我小心眼儿。毛克，我跟你说，你暗恋他，他暗恋的是我。就李志敏这个头，这形象，这气质，能让那么好的余秋萍掉到你那个狼圈里去？哎呦，这么说是我掉他那狼圈里了呗？快来快来，这是过去的事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，来。哎，这是我老伴赛琳娜。赛琳娜，欢迎你。这就是我常跟你说那个余秋萍。哎呦，老姐姐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迈克尔经常提起你。是吗？欢迎你们回来旅游啊。旅啥游啊？这次回来呀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啊？这么多年呢，我们在国外真的是非常孤独，只有回到家才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呀。这就叫落叶归根呐。欢迎你回家。好，那什么，你们俩好好歇着，明天我跟老伴领着你们个沈阳各地转一转。好。老年剧社等着我们排练去，咱先去那儿，晚上再聊啊。好，你们先忙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老李，这服装里整这个玩意儿干啥？你不是，哎，你天，哎呦，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呀，小皮球架脚踢，马莲开花21。这么说，你还想着跳皮筋儿？试试呗，试试就试试。老李，啊，来，帮咱撑着。来，再练。开始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小皮球架脚踢，马莲。